情爱吃菜，洗心沐浴，袂使甲因亲啊，甲因某睏同房。本来咧开面叫做拍面，面若是歪了，七个人绝对袂使开声，袂使出声，迄叫破格，格局格调就破了。因为咱要办理七个形象，我要做护驾先锋，有这个身格，会当来去掠妖掠魔。啊，你啊生人勿近嘛，所以他以暴制暴，因为他是咱瘟疫的守护神呢。所以你出了尿病尿水，咱吃好歹物啊，若讲瘟疫贵啦，拢总甲赶好走得掉，无好伊拢要炸走，拢掠转去。因为他现在疫情影响他们重要了，所以伊也出来咧，请大家拢好运好报就对啦。上最敬业就是这个观众秀，咱来个观众看卖。但有四大艺术人对哦，单单我们现在搬到艺术舞台上，都是安尼变化。我们一起来欣赏观将手。
有精彩无？有安尼威风凛凛无？有吼，脚踏四方，大家拢风风给你。所以你看，看那标志，伊爱以暴制暴，伊真正就是阴间的司法类警察。所以伊包括伊手顶所刻的法器，拢总是有代表性。哦，那有故事。所以拄只呢，伫上映的这站吼，我先甲大家讲一下。台湾上侪禁忌的闽南文化就是家常，原唱秀北家常。咱北部啊，在咱这个台北新庄起源就是那原唱秀，北家常起源地啊，就是在咱台南哈。所以呢，诶，南部是北家常，所以还要分哦。啊，若北部的吼、哦、较闽清，像咱那些；啊，若南部的北家常就较阴天一出啦，动作斑斑啦。啊，衫裤呢，像我安尼绕一边，吼、哦，因为南部较热，日头较大，吼、哦。所以呢。你来笑，这是熟悉的代志。我要跟你讲，安尼也要分辨吼。但是不哩个在拄只伫咧上映这个过程当中，咱将挂开这个舞台上，国家歌剧院演艺厅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叫艺术呈现，拄只因伫咧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来属意话啦。这顶头庙靠文化，伫咧拜场拜庙时，这叫拜场啦，拜庙车礼啦。即话挂开舞台上，这叫表演啦，艺术文化。我要跟你讲。化妆都是叫回民，现在叫人体彩绘艺术。人体彩绘。听好哦，记起来哦，无你再无礼貌哦，吼，唔要讲我无诚意哦。好，人体彩绘艺术。第二，有看到从我这个身躯顶安尼服装，都是安尼无，秀脸秀风。较早无迄个电动机啊，通好纺织有无？无迄个裁缝车嘛，较早拢吼一点一度，秀脸秀风。你这是咧看啥货？这是人工刺绣。人诶，刺绣爱吐软，爱揪软，一吐起，这个揪起来，爱丢两个，而且也阿布是安尼嘛，底沙是安尼对唔对吼？刺绣艺术，刺绣。第三项，拄只伫咧安尼胖来胖去，行倒边，行侧边，文武边，两虎边，卡达七七八五五方，这种叫排场，但是即马叫民族舞蹈艺术。民族舞蹈艺术，因为规定拢咧跳嘛，会变化嘛，吼、哦，毋是干咧扇子舞、彩带舞这是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。第四项雕刻艺术，哦，雕刻艺术，因为那个亮相嘛，排行阿给，哦，真济，所以你若看迄个雕刻艺术，哦，那个武神武将就对了，哦，拢会排迄个武，有迄个气势，所以雕刻艺术，好好，不然话不好做做说，无紧啦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哦，以上我讲的，你只要若讲的就是项。讲过就苗，吼，讲过就无啊。你若讲着，我就送你，安尼敢好？但咱咧小礼物伫倒位？哦，好来，即摆又来了。我若算到三只手，我拄则所讲的四大艺术，一二三就有了。另外关心一下这边的朋友者，这边的朋友真嗨，拢有咧听我讲话。这边的朋友敢会使甲我回者？你敢有知影？四大艺术是随便讲一个就可以了。啊，就是你啊。雕刻，雕刻，雕刻来送啊！安尼就有啊，哈，安尼就有啊。还有哪边？还有哪边？啊，迄边的朋友，迄边的较邀我一束束啦，我来这边问看卖啊嘞。还有哪边想得到礼物的？还有谁？来来来，除了雕刻之外，这位妈妈。人体彩绘。人体彩绘艺术送，哎，安尼都有啊啦哈。我跟你讲哦，讲过就无啊，讲过就无啊。哎，看这种传统艺术文化顶头哦，啊，这你有，你都要甲我回到底啊。来来来，啊，这多少公轨拢无哦？大声！雕刻艺术公轨啊，人体彩绘公轨啊，民族舞蹈来，谢谢。正确答案。掌声！来，最好起来啊！身边人，美女，还有哪边？还有哪边？哎，右边又把小朋友抓起来。你真的知道的，剩一个哦。民族舞蹈讲过了。谢谢。哎，你真正这个囡仔有搞的啦，讲怕啥怕啥。谢谢，感谢。他记得这个动作啦，刺绣。哎，感谢你啦，没办法，一定要感谢你，真的。所以就是这样哈、喔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也看到讲，哎、欸，这个观众秀为着咱地方在咧保护顶顶，所以咱拢是护驾先锋。顶头数百年文化是非常的水，只要搬起来在这个舞台上。啊，叫做艺术表演，都从我之前所讲的，像我国家歌剧院、哦、演艺厅啦、小巨蛋啦、大巨蛋啦、电影啦，拢爱买票，你要看这个演出，包括咱酒店秘书集团嘛，同款。这几年来，拢做我每一年大作创作，大家拢买票，真甲咱帮着，以行动做支持，对。所以呢，较早时阵，咱的艺术中心伫倒，国家歌剧院搁伫倒，我跟你讲，都伫个庙埕。哦，有道理。欸
那某乐团重金属乐团八冠，我被差死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那某国乐团哈，文文啊，难管。啊，啊，逐场都在排演，咱都拢伫庙口文化，逐场都在做表演，所以咱艺术中心伫对庙埕、庙口文化、新民庆典做生日收单，咱来请咧舞蹈、歌戏。来美国歌剧英文怎么讲 ？Opera 哈，真歹势。阮台湾数百年国语嘛是安尼是，嘿，阮叫 Opera。诶、欸，是不是同款歌剧？对啊，所以咱做不得同款。台湾传统艺术文化伫这时阵，台湾上穿新的电影三台出不来，甲你见面咯。大家拢知影三台对不对？迄个来个现场，你来拍波啊！啊，佫有两位吼，若看到伊就大赚钱啊，招财进宝，迄个发声，嘿嘿，叫招财佫进宝嘛。我们以前欣赏新电影三。